界，我们做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自己能选的。文夜，放心吧，你不会痛苦，你会很快。是君哥，当你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你身边了，从此也永不再相见。我知道你爱的是沈姑娘，她现在很好，你不用担心，不久你们就会相会。至于我，我也遇到了自己的真爱，就是梁大夫。我已经答应嫁给他了。这缕头发给你，了断咱们的结发之情。从此萧郎是路人，是君哥就此别过。请自慰珍重，秋林亲笔。怎么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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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我去见他，带我去见他。石俊，我正要来看看。大夫，我正要找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秋玲为什么要嫁给你？石俊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。秋玲她这样做，也无外乎是遵照她自己的心去做吧。更何况，你本来爱的就是沈姑娘，不是秋玲。你不能给的幸福，不能给的爱，可这些我都能给的。还有，你和秋玲都结婚这么久，到现在还没有尽夫妻之礼，她到现在还是个黄花闺女。你觉得这么做
对得起他吗？梁大夫，你搞错了，这些都不是我能控制的，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，这不是我能控。哎，石军兄，快，抬他回房，马上给他取药。啊，去去去。知道这些是什么吗？这是玉米。没错，是玉米。你看到这些人都是我的势力，他们都有枪，但是他们没有去抢，去夺。大帅，他们在靠自己的能力吃饭。对不起啊，之前对你有些误会。没有关系，三姑娘。人存在的价值在于生存，有些人去抢，但是有些人为了他们的信念在活着。大帅，我觉得只要是种鸦片，本质上一样都是在害人。我知道种鸦片是不对的，但是我种鸦片并没有毒害我的同胞，我是卖给洋鬼子，我挣他们的钱。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一群人是被政府遗忘的人？上面配下来的军粮跟武器，我们根本就拿不到。我能眼睁睁看我们的士兵饿死吗？可是你们不是种玉米了吗？没错，我们是在种，他们都在种，但种了这么多年，我们吃饱了。国家就是我们的母亲，但是这群人是被母亲遗忘的小孩，这群小孩还是得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。张大叔，这事我就拜托您了啊。可千万要记住了，不能让我当家的跟婆婆知道啊！啊，没问题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谢谢，谢谢啊！可是我这钱，钱不是给您了吗？张大叔，我给您这钱，您雇我当家的干活，然后把这钱当工资付给我当家的。我当家的真的给您干活了，里外里你还赚了人工钱呢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张大叔，就算我们是新搬来的。这我们乡里乡亲的帮这点小忙怎么了？做人不能太抠门，知道吗？不能太贪钱。谁抠门啊？谁贪钱呢？我这……哎呀，行了，张大叔，我不会亏待您的。哎，这钱谁都想赚，可是看您怎么赚这个钱了，是不是啊？行了行了，帮个忙吧啊！哎呀，这一个银元。行了，说好了，一个银元就是一个银元嘛。芳芳。娘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来人了？没有啊，我在跟正阳说话呢。是吗？啊，那我怎么听你刚才说一个姻缘什么的？娘，您听错了，我跟他说别淘气，别乱跑。您听错了，娘。什么声音？谁呀？正阳，让你别乱跑，让你别乱跑！你看摔着了吧？赶紧给我起来！娘，没事啊，
您回屋歇着去吧啊。是是是，我李耿明是出名的力气大，搬运杂工价钱公道。去哪儿啊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就住你们家隔壁啊。我是张大叔啊，和你家媳妇很熟的。没关系没关系，要去哪里干什么活？我家屋顶破了，你给我补一补。一个银元够不够？一个银元？够够够够，马上去马上去。这都是你写的吗？嗯，很详细。你都懂农田灌溉？我不懂，只是我在我丈夫的报告里看过，详细的记下来，都写在上面了。请坐。你丈夫娶了一个好妻子，你真是一个贤内助。谢谢大帅夸奖。我那三个老婆，没有一个可以帮我的，他们整天就是搓麻将、谈是非，我烦都烦死。哦，谢谢。大帅，我写这份报告是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沙河镇兴修水利，帮助他们解决水源的问题。至于那些鸦片，我是坚决反对的。我种鸦片错了吗？我的鸦片是卖给洋鬼子的，我挣他们的钱，我错了吗？不管是洋鬼子还是我们的同胞，既然是人，你就不应该用鸦片来害他们。我告诉你，我的事情你不用我，而且我的事情你没有资格管。对不起，你的事情我管定了。你说过我的价值就是帮助你灌溉农田，你要是答应我，我就帮你；你要是不答应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王副，大帅，带下去。是。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耿儿啊，娘知道你一个人在外边奔波劳碌的，都是为了这个家，挺辛苦的。不会。可是作为一个大男人啊，也不能光顾了在外边挣钱啊，你也得顾这个家呀。女人。
芳芳，我看好她的吗？昨天啊，我明明听见她在厨房跟一个男人鬼鬼祟祟的说话，还提什么什么一个姻缘。过后我问她，死不承认，她说没这事儿。你说把我给气的。现在人人都能欺负我老婆子眼瞎了。娘，你会不会是听错了？芳芳不会这样的。你说我听错了？没错，我没听错。我告诉你，娘眼睛瞎，娘耳朵可不聋，我听得真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提醒你，可是为你好啊。娘，这芳芳啊，是个好人，我没说她不好。可是这人心隔肚皮呀，你知道他怎么想的呀？俗话说得好，女人的心似海深，你摸不透。你能确定他没什么事瞒着你？啊，这结婚才多长时间，就来这手，在外边勾三搭四。好了，娘，你别乱说了。我相信芳芳的为人，她不会这样的。你相信她，你就不相信娘啊？啊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了？你忘恩负义！开饭了，开饭了！娘，娘，快快快来吃饭啊！别乱讲啊！你自己看着办啊！告诉你，以后出什么事儿，别怪你娘没提醒你。当家的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人呀，对自己要有信心。你看，你今天就挣了一个银元，说不定明天能挣两个呢。芳芳，你真的不认识那个张大叔？谁是张大叔啊？说真的，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张大叔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为什么我偏得认识他呀？睡觉吧。王父，到。为什么婴儿这么吵？奶妈找到没有？报告大帅，奶妈还没有找到。吃饭吧。不能跟我当家的说，他要是知道我们就完了。哎呀，怪我说走嘴了。那今天还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啊。你总是这样瞒着你当家的，不太好吧？这事让他知道了，我不要命了。要是这事情败露了，你老公是个大块头，动起手来我可受不了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人，这事儿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啊？啊，好吧好吧，那今天这钱还是老规矩，一个银元，别说走嘴了啊。芳芳，正阳，快来看，我买了好多东西。芳芳，芳芳，芳芳，一进门就喊媳妇，连声娘都不叫。娘，你看我买了好多好吃的，都是给你吃的。哼，你可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了。娘是瞎子，你忘了？让我看看看看什么看？我看得见吗？我。娘，你闻闻这苹果香。孝敬你媳妇去吧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你那媳妇啊，
又去见隔壁什么张大叔了啊，说什么今天当然要啦，还是老规矩，一次一个银元，还说什么千万别让我那个当家的知道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个瞎子，我要不是个瞎子，我当场就给他捉了奸了。娘，你整天唠唠叨叨的就说这几句，我相信芳芳，她不是这样的人。畜生，你怎么就不相信你娘的话呢？她要是清清白白的，我能这么说她吗？你娘不是疯狗，不会咬人的。娘，你是不是跟她说什么了？你把她给气跑了？芳芳去哪儿了？她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以不相信你娘的话，那你自己亲自去看呢，你找啊，你去找啊，你看看你们家啊，你看你们家多了多少钱，哼，都是你那个好媳妇啊，一次给你赚一个银元，一次给你赚一个银元，我估计现在赚了不少了，你这个当家的光剩下数钱的份儿了，你数数吧，数数你们家有多少钱，数吧，啊，数吧。见不得人啊！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还有三个银元呢。你告诉我，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带正阳买菜去了。怎么了？你真去买菜了吗？菜在厨房呢，不信你自己去看去。给我看看。不给。把钱匣给我看看。拿来给我。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你说你还有三个银元，为什么只有一个？其他两个在哪儿？其他两个在哪儿？你别问了，行不行啊？好，什么都不能问。你究竟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娘跟我说，说你和张大叔这几天总是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干什么，还说什么千万别给我当家的知道。老规矩，一个银元。看着我，你心虚啊？我问过你，我问你认不认识张大叔，你跟我说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不认识他。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对不对得起我呀？我真没想到你和你娘这么不信任我。你是不是问我为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你最近心情不好。为了鼓励你，我花钱让张大叔雇你干活，听明白了吗？知道了吗？满意了吗？
不好了，你快去呀、啊！大块头在打我娘！救命啊！我打死你！饶了我吧！我让你还敢顶嘴？快点，快走！打死你呀、啊！不许喊！伯伯，伯伯，你听，张二，住手！别打了。以后跟耿儿好好过日子，娘心满意足啊！不哭了，是娘，我知道了。不哭了，好，原谅你，以后乖啊。吃这个，我真的不爱吃，给正阳吧。哎，我吃正阳。娘，他已经吃过了，而且还吃了一大碗饭呢。一大碗粥。你怎么给他喝粥啊？咱不吃干饭吗？这两天他拉肚子，肠胃不好，所以就……哦，那肠胃不好是得喝点稀的，清淡点。耿二，哎。你们芳芳，你们俩也吃啊，别总照顾我。我再吃，我再吃。这鸡腿味的不错。我跟你说，这我的耳朵灵着呢，走远点，来。现在能说了吗？家里面什么都没了，能卖的全卖了，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把我给愁死了。实在不行，我上街卖艺去，挣几个铜板回来。不行，这跟要饭的有什么区别呀？我看这样吧，要不然把牧场卖了，赚点本钱，做点小生意，还能细水长流。回牧场很危险的，万一万大全在那边守着怎么办？那等于是送羊入虎口啊。这万大叔干嘛老跟我们过不去啊？哎，你是不是真的是他儿子啊？你别乱说啊，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儿子？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在家照顾他们，我回去。好了好了，很晚了，回去睡吧。明天就没米下锅了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当家的，您来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把黑子卖了，好不好？黑子是我的兄弟，不能卖。你兄弟吃草，你行吗？我和你可以勒紧裤子过日子，可他们呢？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他们怎么办呢？芳芳，芳芳。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？我不是个好男人。
我就住在街南那家客栈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拿钱怎么样？骗我呢吧？有钱没钱啊？啊？说得出口我就拿得出钱，不是这样，劳您给我跑一次腿，我再给你加一个银元，怎么样？11个银元？嗯。真的假的呀？11个银元，一个子儿都不少。真的？嗯。马归你了，牵马走人，拿钱去。成交。嘿，行。他就在这儿，稍等一会儿，我进去通报一下。哎，人我给您带来了，请吧。哎，这位大爷，我是卖马的。刚才那位先生说，您想买我的马，能给我11个银元。大爷，大爷，开门，开门呐！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没有任何恶意，请放心。你要干嘛？想请你帮个忙，请你帮我认清耿明到底是不是我儿子。我怎么帮你啊？很简单，安排我们见个面，其他的我都打点好了。我认识一个大夫，他有很特别的配方可以验明这种身份。你想我怎么会伤害我自个儿的儿子呢？我怎么会伤害我的儿媳妇呢？放心。我凭什么信任你啊？啊，要是葛明不是你儿子呢？我们不是死定了吗？其实我早就想通了，为了聊表我当年对他们母子俩所犯下的错误的一种补偿吧。不管他是不是我儿子，我都会让他当万家庄的总管。我现在只不过就是一个老人了，想要寻找我的骨肉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有什么不对呢？你现在也身为母亲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，你可以体会体会我的感受，你就帮帮我这个老人家吧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人，你早说呀你，绕这么大个圈子，又买驴又买马的，把我吓够呛。哎，他们母子现在躲我就像躲什么似的，你说我不得不出此下策，还请你多多包涵啊。你想想看，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不算太宽裕啊，那么如果耿明继承了万家的掌门，他立刻就可以得到大笔的家产，千顷良田，有了钱马上可以替他母亲治病，可以替正阳找个好老师，好好的念书，教育他长大成才，过上好日子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你没卖啊？为什么要卖黑子？小点声，别让娘听见了。黑子不是在这儿吗？儿子，快去帮妈搬东西。哎，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今天晚上不用喝粥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你就甭管了，今天晚上我给你做个满汉全席。儿子，妈今天劳苦功高，我就不管了啊，休息去了啊。好。爹，我拿不动这个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来！啊！冲啊！杀呀！哟，娘啊！冲啊！娘，你知道我今天在集市上捡到什么了吗？
见什么了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哟，钱呐！我说这两天怎么左眼跳左眼跳的？左眼跳就是跳财呀！你捡了多少？不多不少，正好100银元。我的天哪！赶快，赶快收好，收好了啊！咱家发财了！行，您先忙着，我做饭去。快去！今天晚上有好吃的。我做饭去了。拿出来。什么呀？你不是捡了钱了吗？拿出来呀。你要钱干嘛？我还钱给人家呀。我不还，我怎么知道是谁丢的？就是不知道谁丢的才要还给人家，这钱可能是救命钱，你这么做会害死人的。不会的。你怎么知道不会呢？我们为人父母，要为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。你也想正阳长大以后能行得正坐得端。别说这么多了，我们回集市去。早知道这样就不说是捡的了。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？我没说什么，你看着我干嘛？不是要还钱吗？走啊走啊走走走啊！芳芳，你真的就在这儿捡的钱啊？哎呀，是是是，是在这儿捡的。怎么了？哎，当家的，天都快黑了，人也不来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啊？不行，今天等不到，咱们就不回去。你死心眼儿，有病吧你？啊？100个银元呢，可能是人家的救命钱呢。去。兄弟，你是不是丢钱了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是不是丢了100银元呢？是，一百。是你啊，芳芳，是他是他，拿钱拿钱出来。不给，不给。给我呀。不给，不给。兄弟，你的钱在这儿。好好好，100银元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丢了多少钱啊？一百银元。对对对对，就是100银元嘛。你他妈就是我的，芳芳，芳芳，这是我救命的钱呢。啊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其实这100银元，我老婆买家用的时候用掉了一点儿，所以不够了，十一点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给你。别走啊，别走，不好意思，我把这个麻袋给你，加起来应该够100银元了，你不嫌弃吧？好好好，那快去救你娘吧。好，谢谢啊，黑子，再见了。芳芳，那个是人家的救命钱。好了，咱们回去吧。